Hi everybody, this is Joe from Amia. 大家好，我是 Amia 的 JoJo 老师。今天我们来讲的故事是从头动到脚，从头动到脚。先来看这是谁？这是 Tom， 这是 Tom。Tom 说：“哎，我也要从头动到脚。”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看是谁？啊，是企鹅，企鹅。我说我是企鹅，我会转头。哦，你会吗？女孩子说：“我也会转头，啾啾老师也会转头，转头，你会吗？”长颈鹿说：“我会弯脖子，那你会吗？”这个男孩子说：“这个我也会，弯脖子，弯脖子，啾啾老师也会，你会吗？”野牛说：“我会耸肩膀，你会吗？”哎，女孩子说：“这个我也会，我会耸肩膀，啾啾老师也会耸肩膀，你会吗？”猴子说：“我会甩胳膊，你会不会？”男孩子说：“这简单，我也会甩胳膊，啾啾老师也会甩胳膊，甩甩甩胳膊，你会吗？”海豹说：“我会拍手，你会吗？”小女孩说：“我也会拍手，拍手太容易了，那啾啾老师也会拍手，小朋友们会不会拍手？拍手。”大猩猩说：“我会捶胸，你会吗？”男孩子说：“我也会捶胸，啾啾老师也会捶胸，哦，捶胸，对，你会吗，小朋友们？”哎，这只猫说：“我会把背拱起来，那你会不会？”小女孩说：“我会把背拱起来，啊，啾啾老师不会呀。”我不会把背拱起来。哎 ，Frankie， 你会不会把背拱起来？哦，我会呀。哎，啊，你看他把背拱起来，好棒 ，Frankie， 拍一下，耶！哦，谢谢 Frankie， 不客气，再见。还有谁呢？我们来看看。哦，鳄鱼说：“我会扭屁股，你会吗？”这个女孩说：“我也会扭屁股啊，啾啾老师没有办法在这里给你们扭屁股。Frankie 来，哦，我来了。Frankie， 你会不会扭屁股？我会扭屁股，扭屁股。谢谢 Frankie， 再拍一下，哦，再见。接下来，骆驼说：“我会跪下来，我会跪下来，你会吗？”女孩子说：“这个我会。”女孩子她也会跪下来。那啾啾老师这里没有办法给你们跪下来，怎么样子呢？我们再叫 Frankie， Frankie， 你会不会跪下来？哦，这个简单，哎，这样子。对了，哎，哇 ，Frankie 跪下来了，好棒！谢谢 Frankie， 不客气，再见，再见。接下来还有什么呢？接下来说，哦，毛驴说：“我会踢后腿，嘿，我会踢后腿，你会不会？”这个男孩子说：“我也会踢后腿，踢后腿，嘿，踢后腿，那你会吗？”啾啾老师不会呀，我们又要叫 Frankie 了 ，Frankie 来，哦 ，Frankie 你会不会踢腿？往后踢，哦，我试试看。好的，哎呀，哎呀。啊，你真厉害，耶！再见，好棒。接下来，大象说：“我会跺脚，咚咚咚。”你会不会？小女孩说：“我也会跺脚，咚咚咚。”啾啾老师不会，再叫 Frankie， 来。哦 ，Frankie， 你会不会跺脚，咚咚咚？那不简单吗？哎，嘣，嘣，嘣。嘣 ，Frankie 也会跺脚，小朋友会不会呢？你会不会？再见，小朋友，你看看这个是谁？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 Tom， 他说我会动脚趾头，你会不会呢？鹦鹉说我会动脚趾头啊。那么你会不会动脚趾头呢 ？Frankie 会不会动脚趾头呢 ？Frankie， 你会不会动脚趾头？哦，我没有脚趾头哦。Frankie 没有脚趾头，那你自己在家试试看动脚趾头好吗？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。